妈，家里的灰尘、棉絮、头发毛是不是很难清又很难扫？吸尘器要插电线，拉过来搬过去，声音大又吵。是面传统拖把，面对这些难缠的脏污，只能推过来又推过去，还要拿卫生纸再擦起。妈妈想到就疲劳，钱越来越薄，妈妈一边打扫钱一边烧，张张都是新台币又不环保。阿妈牌拖把拖地残留棉絮，冬天摸冰水，夏天摸脏水，难怪妈妈的手都臭白白。一条线两条线，将棉拖把使用前还要先泡水，而圆盘拖根本无法吸附脏污，妈妈还要再弯腰捡，遇到细缝死角就无法清扫，水桶一桶还那么重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每次打扫就腰酸背痛呢？为您介绍宝妈咪超级大平板王，它超大面积，超强吸污力，独家的专利拖把布是由数千根专利绒毛纤维制成，吸附力超强，灰尘、棉絮、头发毛统统没问题，而且重量好轻，不到400公克，让妈妈打扫轻松又有效率。宝妈咪超级大平板王，100%MIT 台湾制造，是全球第一支可配合地形地物变换角度的拖把，百变角度 3D 三面折叠，不论遇到楼梯、墙角、梁柱、橱柜，你看会自动凹折的宝妈咪，让妈妈不必再忍受传统拖把死角进不去，正面擦完再擦侧面的缺点。超级平板王就像百变金刚一样，一面拖三面都干净。宝妈咪超级大平板王是史上最大面积的拖把，足足是传统平拖把的2倍大，让妈妈只要出一半的力气就能清洁2倍大的面积，且搭配超强脏污吸附能力，让您拖地省时又省力，还可360度转变角度，走到哪里拖到哪里，桌角椅角绕过去，免搬家具轻松拖地。附赠独家专利刮刀，干拖轻轻一刮不残留毛发脏污，湿拖轻轻一刮水分立即除，宝妈咪离地只有2公分，床脚沙发底下也进得去哦，拖完了就自动立正站好，这样妈妈就不必再弯腰喽。什么样的拖把您都用过了，那您一定要试试看全球独家超大擦拭面积、超强吸污能力、超轻巧三面折叠设计，任何细缝死角都干干净净，拖完了还会自动站立，5号才最环保的宝妈咪超级大平板王。